作为癌症康复者，我会积极管理自己的健康。了解病情的成因、症状和治疗，有助于控制病情。有关疾病的资料可以从以下方式找到：你的主诊医生、与疾病有关的机构、自助与支援小组、互联网。注意某些资讯可能不准确而且未经证实，如有疑问需咨询医护人员。症状不会自行消失，所以当身体出现症状时要积极处理。症状监察日记可以帮助你识别病情是否有恶化的迹象，亦能够协助你和医疗团队制定症状处理计划。症状处理计划是和你的医疗团队一起制定的护理计划，可以提供明确的指引，说明当你病情和症状恶化时应采取的方法。复诊清单帮助你充分利用与主诊医生沟通的时间，并记录有关你对于病情、药物、检查等的资料和问题。你可以利用现有的健康和其他支援服务，和你的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讨论有什么支援服务可以帮助改善你的健康和整体状况。